最近有点忙，但是每天拍视频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虽然我不知道今天要拍什么，今天拍什么？如果你来中国旅游，我强烈推荐你来广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和我见面啦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强烈推荐那家餐厅，食物非常美味。他强烈推荐那家餐厅，食物非常美味。他强烈推荐这本书，他太棒了。他强烈推荐这本书，他太棒了。我强烈推荐李小龙的电影，太酷了。我强烈推荐李小龙的电影，太酷了。他们强烈推荐在湖里游泳，太凉爽了。他们强烈推荐在湖里游泳，太凉爽了。你一定有想和别人强烈推荐的时刻，在什么情况下你想和别人强烈推荐呢？请用强烈推荐造句，并在评论区和我分享。